有了啦，有了啦，来，恒温，恭喜答对，孙盛熙的歌来听，一号，Number One，Number One，我跟你讲哦，他们就故意。是在你有没有给一去贴了一个疤有没有？对，他们想要虐杀你们，是你们现在就让他们后悔莫及，有一种失败叫做恶丸，今天会出现，好吧？五号喽，第五号题出题。我从春天走来。哎呦，悠悠的，悠悠的，你的，你真的，那个四个字，那个是刘若英的歌，五秒。金志炫有唱过，四秒，三秒，问问你敢不敢？就是说的爱我，都会啊，两秒，为爱痴狂，为爱痴狂，为爱痴狂，哇哦，你想要问问你敢？这边可以选一个，连线了，谢谢老板。有吗？一二三，哎，哇，真的连线了，没有啊？我们不可能选十吧？不可能吧？不会吧？不可能吧？选八吧，好了，八，你都这个眼神啊！好，谢谢，八，自己说八的嘛，好，这样的，既然这样子，对啊，我跟你讲哦，不是，你还是会找女朋友的，拜托，不要为了那个，大家不要原则都没了。OK， 内刚了，那是内刚了，是他们自己选的，不管好，我们没有左右，哎，轮到他们，换他们选了，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选十六吧，不可能选一六啦，十六你们就赢了嘛，对不对？选十六，我们选十六啦，十六就赢了，是吗？十六赢了吗？十六哪里赢啊？哎，观众看到这么一头雾水，到底在选什么游戏？好，就是谁先连线谁就输了。一号题，请出题。有了啦，来，恒温，恭喜答对，孙盛熙的歌来听，一号 ，Number One，Number One， 我跟你讲哦，他们就故意。是在你有没有给一去贴了一个疤有没有？对，他们想要虐杀你们，是你们现在就让他们后悔莫及，有一种失败叫做恶丸，今天会出现，好不好？选五八都可以，五八他们都有啊，所以就没差。五八他们都已经有了，就是输了，就是赌这样。好，对啊，就是要赢了，要猜对了，只能赢了就输。要猜对了，因为五八他们都已经有贴了，五八他们都贴了。等是九局上了，他们要先得分，一定要得分，在等待对方的失误，你才有机会，好不好？守住，请出题。曾经想征服全世界，到最后回首才发现。来，可强，可强。你终于露脸了，醒过来了。那些年，胡曾经想征服全世界，跟你的形象蛮像的。胡夏，来，你来唱一下吧。那些年错过的大雨，那些年错过的爱情，好想拥抱你，拥抱错过的勇气。对，曾经想征服全世界，到最后回首。恭喜他们获胜，我们非常遗憾的进入到第二阶段，奖金挑战赛。